な、写真変わった、かわいいよその写真。じゃあなま、シェシェに。对，他再有发现吗？我的大朵蝶换了，谢谢送我新之冠，谢谢。谢谢 Zed 三的礼物，很可爱。哎，这个很可爱，粉红，那个和服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哎，哦，七儿王啊，耶！每人生日会无法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空吗？生日会的票买好了，开心耶！开心，对，他叫我宣传一下大家。六月的生日会，好，我自己改起来。好，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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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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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好，诶。明年我才会去，好，那明年我等，明年我等你。没钱不能丢礼物，哼，这又不是直播，这次位置偏少，被抽到的机会变大了，不会，不去会很可惜，真的。圣诞节我连不参加できない許して，没关系，你是外国，是外国的，所以。对，没办法。哦，我都想。哦，等我。谢谢勇哥的嗨。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第一次听到了，第一次听到了，なんだっけ？听到了，声音，声音。我听到了，我上次没听到，然后今天听到了，奇怪，为什么？谢谢七号的玫瑰，谢谢你。大哥哥晚安，中科的晚安，帅帅男孩晚安，但在梅林。面前不会说你不喜欢的，好，对，不能说，好，对，小桑美玲很不喜欢，好，怎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了吗？晚安。现在小帅要星期二就到迷你空了，对，谢谢トモさんの礼物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美玲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，南の秀吉，南野，谢谢。好久不见，真的很久不见。为什么你没有来？这，多。等一下，但我吃单握手会没令，我会早期期待。やった耶！先喂完。可爱宝宝晚安。晚安，西恩晚安。那个不是我，什么什么意思？现在小我讲了，好，算男孩，他不是我，我要写，你不帅，自然握手会我会期待一下才忍耐。好的，我也期待，我还不敢买去台北的票，没这么行。可是我觉得会吧，因为只有会员可以，对，我觉得可以耶，会员没有那么多吧，对，我自己觉得。美丽，你再忍耐一下，好的。
谢谢送我幸之光，可爱。谢谢这都算的，嗨。对，大家晚上好。哎，最近很大的下雨，我不喜欢下雨，我真的很讨厌，很讨厌下雨。大家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啊啦，谢谢你的，嗨。你的怎么念啊？你的名字怎么念？草什么老什么？嗯哼，不会念。对，大家，对，我还没讲，对，生日会的事情。现在可是我不知道，大家6月几号我忘记了。等一下哦。大家，6月几号没有写？我忘记了。啊，庙吗？啊，不是草吗？庙。哦，谢谢送我嗨耶，谢谢你。我超爱下雨，为什么？你很奇怪。赖赖晚安，小的雨还好，大的不喜欢，都不喜欢。美丽晚安，赖赖晚安。6月14号，对大家，6月14号，然后，诶，对，有我们的生日会，我是6月生日，所以，对，是日本动画的名字，诶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谁，我是日本人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想说我是日本人，然后我也会看动画，但是台湾人看的我完全没有看。养生晚安，直播间的照片好好看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对，他叫，然后诶，我想说，对，他家要买生日会的票，好吗？6月可以见到我，见到我，然后什么？可以见到我，对，可以见到我。然后生日会要做什么呢？一起玩游戏，对。有可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合照，还有什么？对，还有一起玩游戏之类的。其他人有我是 B 场，所以婷丽跟萌泉，还有楚楚然是雨林，对。没办法回去台湾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大约2000年的卡通动画，哦，那我没看过。我是怪人啊，但也是因为新加坡很热啊，原来，可是有下雨也很热吧，不是吗？还不会热吗？还是会凉凉的吗？我大概会去11月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七二晚安，买生日会，好好哦。易凯晚安，卡卡东兔晚安，藤朗什么晚安？你是日本哪里人？我是福康。对不起，可能听不懂，有人听不懂。福康是吗？福康九州下面，Okinawa 的附近吧。不过我有买美丽生日礼，好，那很好，哈哈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草间晚安，晚点来，好。主要下很大的，这点不喜欢大的下雨，不喜欢。现在换，担心上台太害羞说不出话。不过是希望有机会这样。为什么会害羞？不要害羞。看到本人觉得哦，这么很丑的女生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对，福康也福康，对，
福冈哦，谢谢明凡的看好你哦，谢谢，晚安，晚上好，谢谢送我礼物，Yankee 跟你说晚安，没有 Yankee 跟 Yankee，对，我也是 AKB 里面的 Yankee 好吗？对，我今天啊，不是我昨天被工作人员也说你很像 Yankee，我跟他说，我跟工作人员说，就是我有时候被粉丝说 Yankee，他说对啊，你看起来很 Yankee 啊，什么啊？哪有？不知道，可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点皮孩。没有，早上好，没有听见晚上好，早上好，你的世界是早上吗？没，我只会一定见到我，好，我只会期待一下，对，我想说6月27号的握手会，我要穿什么？对，我可能我想说，我在想不要穿。片虎好了，对，我想穿特别的衣服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，但我还没找到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，因为对，因为6月27号是我17岁的最后一天。所以他家还不能跟我讲，就是还不能跟，还是我要穿那个 Yankee 的衣服嘛？Yankee 是像是八家酒之类的，之类的，像是八家酒，但八家酒比较那个小朋友的感觉嘛，是吗？像是，我的时间是早上，是哦。好好，我也想要早上。那你，要的，阿米莎，谢谢送我来见到。好了，都过个节美玲妆，我说会跟美玲过生日。好，我要跟你过生日。啊，你会来生日会吗？会来吗？美玲不像啊，可能跟我相处很久会觉得我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啊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比较小屁孩的感觉，对，很小朋友，确实穿的像8加9。你想要是吗？是吗？是不是？Yankee Boy 的服みたい，マジ？好可怕哦！我会找一下，但我在想的不是 Yankee 的衣服，但还不想讲，还不，我不会讲，就是谈恋爱的人看，可以看到我穿什么。こんばんは，为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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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かわいい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那我就跟美玲说，哪里比较好？什么哪里？哦，谢谢吉米做的海跟 Jackson 的海，谢谢大家的海，一定要去才看得到。对，我可以穿的像八加九，真的吗？你要穿八加九吗？好，可以的。Skip 班的感觉，我应该讲过了吧？我国中3年级的制服是我很像 Skip 班，真的，因为福冈的规定比较严格，然后但是不能没有那么长哦，就是我们要穿水手服，然后那个是洋装，所以不能变短，然后。要膝盖下5公斤内，
对，不能膝盖上，就是五公斤内。五公斤不是五公分，不是五公斤，五公分内。就是哎，对，裙子，对，裙子是五公膝盖下五公分，是吗？内。对，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因为什么，就是被老师说你的裙子太短。我哪有，我没有，因为我身高没有变高，但是他说太短，所以我就傻眼。然后就是其实要去那个被帮我修的地方，就是对制服可以那个修帮我修的地方才可以修，但是我很麻烦，所以自己修，然后就是很麻，就是我随便修，所以我的片整膝盖以下是没有，我的制服大概脚的，就是真的很下面，就是很长的衣服，对，修改衣服，然后真的很长，对，就是很长的衣服啊，裙子，然后那时候也被老师说你是不是只剪的，就是 skip on 嘛，就是绑九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之前的衣服啊，不是，之前的。很久之间的我妈妈爸爸时代的，对 boss 老大的感觉，对的感觉，真的很。例如 Wendy 吧，美玲腿比较长，哪有，我腿比较短的。可是日本前跟裙子不是都在比短的吗？那是东京之类的都是比较短，对，那边比较没有规定，很严格，对。但是我们福冈是国中的衣服是水手服，然后水手服就是在台湾卖的不一样，就是不是裙子跟上衣，是里面要装洋装。然后穿上衣，所以应该为什么，我想说为什么洋装，是因为不能自己修短的裙子，脱就会很短，真的就是大版之类的。所以你们可以马友啊，问马友，他也是，他我记得很短吧，感觉很好看的感觉，我也想要短，对，所以我来台湾就偏短了，因为台湾没有很严格。有看过那种制服之前那个电视剧不是有演吗？什么？日半球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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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很好看，穿的比较啊，今日から俺は，对对对对，像是那个风吹回海的了。结果老师有被梅琳打吗？没有没有，不会。我不会，可是我想说可能那时候真的很小屁孩的感觉，国中的时候比较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都会做的感觉。哎，没有，我不会伤害别人，我不就是我没有听规定之类，就是因为福冈不能修眉毛，知道吗？福冈很可怜，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样，但是福冈是不能秀眉毛。对，如果秀眉毛的话，搞不好不能去高中。对，对，所以不能秀眉毛，到高中不能秀眉毛。但是我那时候的眉毛很讨厌，所以我一直秀，然后被老师骂。我印象中石川也是国中水手服啊，真的吗？可能很多地方是水手服，但是那个有一点不一样吧。嗯，现在改不会，现在改上五公分了吧？就很多我最近我是现在被台湾的老师，你的裙子太短，对，
然后是在没有被梅林的，梅林只是骑奇迹车，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希望有机会看到这个就是梅林，为什么？奇怪，你团到什么地度？哎，我真的很团，大概嘛，大腿一般，大腿的一般，对，大腿的一般，真的。我觉得很短吧，我不知道，还是看起来啊，我的腿真的很长嘛。然后他们觉得很看起来很短嘛，我不知道。嗨，吉风亮，晚安。应该，可是我想说，我的学校很多人很团哎。美丽，你腿还好没说很长哎？什么？还好是也没有很短，也没有很长的意思吗？好吧，我觉得美丽腿很长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我的腿比较细，所以看起来很长了，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应该是说我的腿很长，但是上面也一样很长，刚好看到老师美丽，我没有，他们哥乱想乱想，美丽比例很好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不知道，晚上好。每次看你跳舞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感觉，都会这个感觉，穿长了至少看起来很长，谢谢。对，我不知道是真，我觉得没有很长，但是可能看起来很长，我知道，对对，看起来，对，谢谢送我亲子光，谢谢你。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狮子，谢谢。麦琪的大小腿很瘦，用在游泳。对，谢谢神山岛的玫瑰花，大家5月30号的迷你空要期待一下。对，期待什么不知道，就因为很久没有看我们的表演嘛，所以要看。我不会来山入会了，我不在台湾。哎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是真的找乱的地方吗？我在。哦，我没有去过，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地方。我才信哥还有梅林西位，好，你自己猜好了，在你心里，哎，不要了，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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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没有。很热，美丽房间没冷气，我房间没有，在这里有，但是我不想开。之前都有公演，美丽都有吸，其实也会有把我拆的。我想说，
研究生的公演的时候完全没有戏了，很可怜。嗨，晚上好。等一下啊，不好听。我想听什么？好想睡觉，希望明天不要下雨，我不喜欢下雨，真的不喜欢。随便听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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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有研究生的公演是几月的时候？我不知道，忘记。很热，终于要到家了，耶！你现在住台湾吗？还是日本？台湾吧，台湾吧。最近是没，不对，很讨厌，真的讨厌。最近应该都会下，希望赶快停。真的，而且最近的很大的下雨，而且，对，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。有，哦，谢谢小娟的说，说，你们用这个理由，那个什么，用这个，然后可以啊那个音乐。可以音乐吗？不是胖我弹钢筋，这个可以弹钢筋。小三妹妹你好，晚上好。这两天我放假，所以都没出门，好好哦。最近这应该是一月那次，那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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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啊，是哦，那个不能自己选哦，好吧，有上过，不过都是随机，好吧。小三美美的直播断话了，也很好看，谢谢。那是 IG 有播过的照片，是问我在台湾、日本吗？我还在台湾啊，所以你也是。哎，那你刚刚遇到很大的下雨吗？等一下，是不是你是那个 Black V？ 我完全没有发现耶，你很厉害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尴尬，是吧？一定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是吗？哎，如果是的话，是不是你？我刚刚完全没有发现。你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因为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你的名字啊，你的名字，我看到，真的完全，现在都是迪士尼吗？不是台湾哦，那是台湾。哎，真的，你厉害，我完全没有发现，真的第一次。台湾都是五到六月的。可能是日本也是吧。直播新度我一开始还没发现是你，真的吗？不像吗？不像吗？还是什么？
可是我想说，那个没有完全没有用特效，我觉得很好看，自己觉得很好看。那是 iPhone 的相机，然后觉得很好看，自己觉得很好看。就是要过一再会加美丽，哎，我完全不知道台湾的哪里啊？哪是台中的那个游乐园？OK， 就是你要只是一瞬间想不起来是这是谁的台图，好看啊！谢谢你，为什么加了吗？加会知道？不是，我看到那个就是你的和蝶结跟情话，看到这个就我真的知道了，对，因为你的平常的名字啊。有这个蝴蝶结，竟然是台中的，就不是，是啊，是，对，是那个是我去年去的，对是吗？对，去年吗？我不知道，忘记了。最后十了，你不改名字的话，我完全没有发现，真的没有发现。对，啊，你差一点。谢谢田中さんの玫瑰，天虫的玫瑰，谢谢，谢谢这个。我台中人讲游乐园，我就知道了。对，是应该最有名嘛，是吗？游乐花园，哎，那个画风的背景让我觉得很熟悉。我们也在哪里拍照啊？真的吗？会吗？很好笑，台中的人已经知道哪里吧？我不知道。爱哭葵小胖晚安。台中好像只有那个游乐园，没记错的话啊，真的吗？台北的游乐园很无聊哎，你猜猜刘豆？哎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哦，是我知道了的吗？是不是田中？可是田中不是在这里吗？因为我有看过这个那个四刀。天网的名字，这个我有看过，然后我知道你好像喜欢那个笛子酒，所以一定知道，而且去过，是全台湾的都一样无聊，我觉得有眼有。是你哦，你怎么用两个账号看我？我觉得很好笑，是不是你喜欢紫酒？提紫酒。谢谢送我玫瑰，哎，而且你的，等一下，你的头贴都是一样，哎，你的头贴都是一样，怎么两个都是一样的文迪？我很想去大阪玩着，很想买哈利波特的东西，很贵，很贵。本田圭佑帅，我喜欢长友吗？長友選手最帅。
什么？马健也跑去 Okinawa， 好像被骂了哎、欸。真的，我看一下。真的吗？白痴，白痴，真的。有点不太放好玩。我有一个人去迪士尼过，真的吗？小坚是台湾帮我的，そうなの？真的吗？就没有去小人国，倒是想才去，可是嘛，票很贵。才長友，長友，对，裕斗，長友裕，对对，就是有儿子的那个，很帅。哇哇哇！而且马健宇不是跟美女约会吗？很好笑。我不太会提直球的说，我怎么说？我也没有很会，只是喜欢看。个性不是美玲，好可怜，为什么不是我？他可以来跑来台湾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也想跟美女约会。那你要讲，你要去相亲好了，你要用相亲约会好了。我那 case 也是第一个欧洲人。真的很对，他真的很帅，他真的很强，很强，很强。美丽有在看直球，我现在完全没有哎，完全没有，最近完全没有。去爱泽基亚，伊德拉，拜拜，拜拜。结果跟我报告好了，加油。大家如果未来要结婚的话，想跟台湾人啊，不是想跟就是自己的国家的人，还是外国人，你们想哪一个？我很喜欢柴咲さんだ。我誰わかんない。我其实每次都看体质者的时候，只有看喜欢的嘞。那个谁推台也是很帅，外国人为什么？漂亮的就是鞋超好看，可是不穿鞋很浪费，真的。都可以，合得起来比较重要。哎，对，外国人其实看感觉的。那如果外国的话，你们想哪一个国家？ヤッホー、晚上好。ドアホのみれ、晚安。跟外国人交往的经验比较开心。为什么？你有交往过吗？跟外国人？以前觉得像跟日本人，跟日本交往过之后，还是觉得跟台湾人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国中的问题？还是想还有那个想法、文化？哎，什么文化？文化的问题吗？我觉得美女都不可靠。如果接近，我一定是想要我的剪而已。你没有剪的话，不会这个问题。我不喜欢为了钱那个靠近的女生。之前跟英国人
我不够回台湾就分手了。哦，我也不喜欢远距离的恋爱。没有看我的限动吗？啊，现实吗？有，想法跟文化菜，是不是？我也，什么？我也这么觉得，不是不是，就是我猜的对。我觉得个性合得了最重要，不分国家。但我觉得，我想说，可能是自己的，因为我想说，嗯。自己国家的里面，国家也是很多个性，所以很难找。啊，ルカちゃんいるのね。ヤッホー、ヤッホー。最近はどうですか？我又会有钱，我知道的。什么你的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么自信？ありがとう、ルカちゃんの礼物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。如果外国就台湾、日本、韩国，太远不行。对，我也不喜欢远距，因为不能，真的不能，那什么，不能见面。我没有钱就不用担心妹妹你最近的问题了。不是我想说没有了，可能是有美女也是喜欢，很丑的男生也喜欢了。所以如果你自己，我不知道你们的脸，所以不能说你们，我不是说你们是很丑，但是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很丑，可能是他是那个喜欢很丑的男生，搞不好是。所以不是只有钱的问题，想法我比较偏国外，所以跟台湾女生常，因为，那可能你去美国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之前去哪一个，哪国家忘记了。我觉得彼此包容很重要。我的个性会比较喜欢跟日本女生一起。会比较喜欢跟日本女生一起。我小时候朋友都是说跟外国人结婚生的孩子比较聪明。哪有那个外国人只是很聪明而已，还是自己很聪明。这个没有，对，这个不是很重点。就是笨蛋跟笨蛋的儿子就是笨蛋。没了，还是怎么让他们生活？妈妈爸爸的问题。我有将来成为有钱人的样子。遠距離恋愛の話？いや、あのね、何？え？何だっけ？付き合うなら、あ、じゃあ結婚するなら、いる？ルカちゃん、わかんない、いるかわかんないけど、結婚するなら、外国人か日本人どっちがいいっていう、あ、違う、外国人か自分のどっちがいいっていう話、いるかわかんないけど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はい。多好，怎么啊？什么？个性我没剪，没剪只消帅而已。我出国外的一些习惯，在台湾常常不被接受。那你过来有没哪里？我姐姐跟中国人结婚感情很好，運命的運命運命。如果喜欢一个人，我也会一直喜欢。对，但有时候真的很那个什么想法完全不对的话，可能真的完全没有，可能就是因为喜欢所以不想离开，但是可能会很辛苦。我会辛苦，我觉得会辛苦。
我在国外反而比较自在跟习惯，但是我还是爱台湾，因为我不太喜欢被关，不喜欢别人太提我就是了。可是女生很多人是关啊，真的会，我觉得很多女生会，不太会了嘞，很少。笨蛋跟笨蛋，你的那个看不到。可是我知道，就是女生是很会关男生，但是男生都是不喜欢被关，是不是？都是。我都得搞啊，ごめん，ごめんね。跟自己的学历靠近的人生孩子的话，听会不好。菲律宾，菲律宾か。そうなの？フィリピンなの？ドアとドアホの息子はドアホじゃねえ。いや、ドアホだよ、ドアホ。ドアホとドアホ、ドアホの息子はドアホです。谢谢送我嗨。遠距離むずいな。だよね、我也这么觉得。香港女生遇过的多太深。え、やだ、很可愛。我想说台湾跟台湾的女生也是。谢谢送我嗨。日本的女生越来越是这样。小易晚安。之前一起过的日本女生很温柔，英国女生很什么什么看不到。哎，可是日本女生也最近的女生越来越狠。没有打好温柔，真的。台湾算中间吧，才那给侬那有点。哎，我觉得台湾人的影响啊，可能对日本人说，智慧男子点点多发脾气。反正我有零一，如果我结婚是劈腿了。那林一，如果未来跟别人结婚，你要怎么办？你会怎么样？台湾女生比起日本女生比较没有男女性别不平等。日本也是有事吗？当然不好玩啊！我喜欢跟我一样。厉害一点，日本人也是吧，最近的我觉得有很多。哎，小叶小叶都不要了。哇，他以为翻头。我就会开会，那我也可以跟李英一结婚。奇怪，国外，那你搞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愿意跟我一起看毛线和制止我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喜欢比我成熟一点点的，但还是要玩得起来，是要有点屁孩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年龄高的人吗？
韩爸，为什么这么没有很温柔吗？很可怕，女生比较强吗？反正我以后会很有钱，还是要小心女生好了。这是现在上次的我，好吧，不一定年龄比我大，但是心思上有，哎，对，对，不相信，你这么爱林一，我的话年上或年下都可以。对，喜欢的话年龄都没有关系，很现实且很乌鲁塞啊，乌鲁塞刚才跟我一样，对不起。喜欢的话年龄都不是问题，对对对，只要有爱什么都没关系，对，搞不好之后会喜欢上60岁的男生，但对，会可能还是有可能会我喜欢上1岁的男生。但1岁的话没办法，没办法交往啊，就只要我要找个他而已，先让我遇到吧，加油，大家加油！我应验，我对大家的，对大家希望可以遇到很好的人。一生的金章叔叔，对，就是我想说，女生喜欢上一岁的男生的话还好，但是男生喜欢上一岁的女生会被警察，就是被警察抓到，好可怜，为什么男生不行？可是偶尔有，真的有可能有，真的有，我可能会有希望遇到，至少不会是我最偶像的人啊，对对，顺其自然。很不公平，对，一岁的大家都喜欢吗？说不喜欢，不是喜欢的类型，是就是你们喜欢是就是可爱的那种嘛，然后可能是就是恋爱，谈恋爱，跟一岁的男生谈恋爱的感觉的喜欢，对，我说的是这样，是爱上他，就是喜欢，像跟他交往的感觉。可是一岁真的没办法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像梅林可什么意思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对啊，不行，不能笑，因为搞不好真的有这种的人，可能自己也未来会可能会，对，不能说没有，然后搞不好会喜欢上女生，十岁以下我都没办法了，为什么？我真的年龄都可以，没脑筋是不是会？哪有？一岁会比较接近对家人的爱，不知道，对，对，没有，就是一般的人会这样，可能有嘞。会真的爱上他啊，好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一岁真的没办法，可能我不知道，我想说一岁的话他还不知道会不会走路，然后青年小说，对，然后不知道会不会走路，不然没办法跟大群文，我自己要抱他，而且不然一直亲他也抱抱也是很小，这样抱抱。谢谢松我嗨，
虽然我说年龄不重要，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小我很多岁的。你比较喜欢小我，所以你比较喜欢年轻的人吗？不会，我想说，可能女生很多人比较喜欢比我大的，然后比自己大。男生的话，很多人喜欢比自己年轻的，但我是都可以。我喜欢跟自己这里三到十岁内的，我真的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真的，对，真的没有，就是自己的喜欢的类型的话，我就对，我会喜欢上。不，就是如果不管是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60岁、70岁、100岁也是，年纪相亲比较好。对，其实，但是我目前如果要交往的话，比较喜欢跟我姨差不多的呗，就是。因为我是高中生嘛，所以我希望一样的学校之类的。没有，我现在没有谈恋爱，但是就是如果我是一般的女生，回到一般的女生的话，我想要一样的学校之类的比较好。我也是高中生，哪以为你是明明就大学生，大学生还可以，对。我想说，其实我国中生、国小生也可以，但比较喜欢跟我就是年纪差一岁之类的，比较想法之类的都一样。因为跟我同年的男生大部分都结婚了，真的吗？お前の発言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よ。私？我吗？我转学回高中好了。好，你，你转学好了。从国中开始好了。啊，不是高中。谢谢好多嗨。你为什么会紧张？那我要转学回国中，好，拜拜。有人要回幼稚园吗？我不想回去读书考试。我也是耶，不是美玲的啊，是不是我吗？学生辛苦，真的很累。不想回到国小，对，国小，我真的想说国小比较。很自由的感觉。转学到梅林中学，好，来吧。可是你看起来还可以，国小好开心。对，我可以为了南巴回去。好变态，你很变态，不行，你要被警察抓到，拜拜。谢谢宋武海。还是打你特最好。男生年纪比较小，也是也有跟女生年纪比较大的交往，也有跟女生年纪比较大的交往。对，对，对。当什么同学？我去当老师。但可能学生跟老师的恋爱比较难吧。谢谢玛丽冷，但我还年轻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国中最风光，国小也很开心。我也喜欢国小。咱们也说的没错。那玛丽有想过？没有耶。我国校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啊，有一个男的老师很帅，很帅，对，真的很帅，
但也没有恋爱的感觉，因为是老师嘛，所以没办法跟他可以讲话，啊不是可以讲，就是很多可以聊，就是没意义的聊天，所以不太会。我朋友跟但我朋友我的朋友现在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老师哎，我觉得很好笑很可爱。我朋友跟17岁的那双脚腕，他是为什么？可是我觉得很好。国中喜欢过英文老师，发现大一进结婚的时候超难过的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老师很多人已经有那个什么老婆，而且搞不好有儿子。然后大人的话，可能我想说可能是自己是小三吧。可能不太会真的恋爱的感觉，我的印象是这样。谢谢卡瓦伊桑的幸运四叶草，跟我朋友都为什么坏掉？美丽有没有找结果跟男老师多讲话？跟男老师多讲话？我没兴趣耶，我真的没兴趣。我没兴趣，真的我遇到过就是我觉得很帅的男生，是国小5年级的时候的有一个男生，然后可是对。我没有老师比较没有我没有喜欢上过老师，所以不知道。不会。但如果真的喜欢上老师，我不会，我一定会，我会做什么？我真的我会，我觉得我会。我高一的班导超级可爱了，但是他在叫我念那年结婚哭哭。很多老师已经有男女朋友吧？对。而且是他带小孩来学校，我才发现的。他看不出来他妈妈了。哦，是这么年轻的妈妈吗？真的好难。谢谢送我嗨，谢谢好多嗨。我是Yankee 界的尼诺米亚卡，那什么什么。自己说，我最喜欢阿拉西里面尼诺米亚卡斯那里。那你们喜欢的人，最喜欢的人，看哪里？会看啊？我想说，你们怎么决定喜欢他啊？怎么会喜欢上他？我磕了一个礼拜，因为磕他特别吓到，所以你这么喜欢到你真的爱上他，我超爱你的，跟我一样，我也很喜欢，感觉美丽比较喜欢坏坏的男生，也不是坏坏的男生，对，但可能应该是说没有我。我不是吧，个性点很发现也很重要吗？为什么你会觉得坏坏是怎么样的坏坏？我是 MJ 马志娟哥，我是还是跟我的妹一样，妹妹。你在问我为什么喜欢上李怡吗？好，你是不是恋爱吗？对他恋爱吗？性格和眼睛，看眼睛。那你们喜欢上什么样的个性的女生？
因为我容易对女生回头的那一瞬间吸引到。那你们会那个一目惚れ吗？一目惚れ的中文是什么？就是看他第一次看到就会喜欢上的那个。对，哈哈，ウケる。外表我都看，看脸跟花心至少要选。对，对对对，脸很重要吧？因为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的相遇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见一见钟情。我喜欢成熟、胸大一点、孩子气的女生。对，你刚刚有讲，对，会就是之前的英国女生。なるほど。啊，嗯，什么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，会吗？什么六六六？什么六六六？六六什么？对，六六六什么意思？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对的，一见钟情。美玲不是说过喜欢看黑岛的游戏的影片吗？那个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那个是他不是坏人，真的不是坏坏，那他是很温柔，他的个性真的很好。你可以去看看，是不是？那些小杰你知道吧？他的个性真的很好，完全不是坏坏的。我为什么我国小的时候喜欢那个游戏的？里面的那个他吗？因为是很帅，就是看脸就决定了。喜欢那种的也很帅，是好人啊。对，不是马吉吗？是那个 Kiryu， 很好人，人很好。所以一定是喜欢，没有。你自己去看就好，自己去看，只看脸一切，没有游戏里面嘛，所以就是看脸，因为那时候国小，对，国小，那时候是国小 ，MJ 蔡琳的故事很感动，也是好人，真的吗？我没有看，但是。但是我觉得 Kiryu 桑很帅，人很好，太好。现在喜欢吗？根本不是人，那个的喜欢的意思是偶像，对偶像的意思嘛，所以不是恋爱的意思，对，对，不是恋爱的意思，那是偶像的感觉，对，不是恋爱。我不会对艺人恋爱。之后我们就特别狂，会吗？狂犬になるの？谢谢送我桂枝玫瑰。不是脸。但还是穷养，一开始要脸吧，不会对艺人恋爱，笔记笔记。啊，没有，等一下，没有，这个我不是，我不知道，现在不会，之后我不知道，对，如果我这样讲，然后之后我之后就是
最后如果喜欢上一人的话，就是我对我会变的，所以不能说绝对，但可能是说我不会见面过的人，应该是说没有见面过的人不会喜欢上，就是没有见面过的人的意思。对，那种一人的感觉跟恋爱的感觉，对，不一样，对，是不是不一样？跟一般人比较轻松，也是。但是我觉得，我想说，就是没有见面过的人，我不会喜欢上没有见面过的人，应该是说认识的人，对，认识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你喜欢的人也是常常骗来骗去，什么意思？骗来骗去是什么意思？可是有些人不会分很，对对，可能很多人是这样吧，我不知道哎。对，看我是不会，就是对偶像的感觉跟恋爱的感觉不一样，那我要玩把你算一人吗？应该是说那个经纪公司之类的话比较是一人吧，但不是，我想说，就是我想说不是喜欢上一人的问题，因为嘛天宇嘛我没有认识他，其实对我来说他是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人嘛，但是对我来说嘛天宇的话啊，嘛天宇是只能只有看就是电视里面的人，所以没有认识。没有认识，我不认识，根本不认识的人，不会。对，我想说，不可能。可以，如果我恋爱了，马天宇，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，很可怜，所以我不会。对，这个意思懂吗？大家懂吗？我没经纪人，看到吗？对，我不知道哎，但我不知道啊，百分之多难的，懂了，大概能理解。对，我是这样，大家加油！加油什么？就如果马建宇要跟梅林在一起的话，马建宇他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呢？原因呢？为什么？但我应该就是因为我现在我想不能是不能谈恋爱是吧？我不知道哎，不能吧？不能吧？不会，现在要专心工作。那美玲跟银爵呢？我不会喜欢上女生，对不起。对，我不会喜欢上女生。谢谢，谢谢曾恩给我好多礼物，谢谢你。嗨，晚上好，我今天要开啊，要啊，我今天开一个半小时了。音爵直接被，音爵也不会喜欢上我，对他讨厌我，我是他跟他都讨厌我。要跟一个人一直在说想谈宇宙的人在一起，不觉得很可怜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没有想过被去拍照吗？我有想过，我觉得那个很可怕。我最近看到我最近觉得因为被拍到，所以毕业的我想很多，对，不少。我觉得很可怜，我想说为什么有这种工作，就是
他们的工，他们都是那个，是让他们没工作了。我觉得很膈应，我不喜欢，我真的不喜欢。对，我觉得我喜欢看，但是我不喜欢。对，我想说谁开始这个工作？到十二点，不是还有十分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我真的，可是台湾人想说这样说，我想说台湾比较少吗？这个有美丽我还不去买，有美丽我还不去买，为什么？我刚从台南回到家，好累哦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台南也下雨吗？其实偶像也是一般人啊，为什么？大和田奈奈跟西野未姫也是这样毕业的，西野未姫さん也是吗？真的吗？我想说 AKB 很多人是这样，台湾也很多，之前去日本有买，蛮有趣的。对，就是看的话我觉得很有趣，但是应该要想过，要想一下被排斥的人的感受嘛，我觉得很可怜。台湾才多，我没觉得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可是我知道，因为被排斥，然后就是死掉，去死自己自己那个自杀的女生，我知道有一个。对，从早下到晚，不、哦、很累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你了。他们两个一起跟男生去被排斥。嗯，他们也是女生，一定会吧，很可怜。我想说吞金很可怕。对，我还是觉得偶像还是艺人需要学习，还是艺人还是需要学习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对，真的很可怜，那个讨厌那个杂志。我不喜欢，如果我自己被掰到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没有，我不会。在台湾被掰到感觉没什么影响。哎，真的吗？那如果我问你们，如果明天的这种的杂志里面有我跟男生走路的样子，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吗？你们会骂我吗？偶像要谈恋爱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不过要小心不要被察觉。嗯，原来，可是我想说，日本的粉丝之类的，很多人会骂，很多人会骂那个偶像，就是啊，死亡之类的。第一次被掰到梅林，要觉得终于变有名了吗？不喜欢那个不好的有名。对，结果没联系了，在演恋爱中，短恋情的恋爱中，所以我讨厌恋爱情这种人。哎，是我这里的人是很多人不太喜欢，但是秋元さん之前在电视里面说为什么不能谈恋爱的意思是，他说没有说不能谈恋爱。对，那个 AKB 那个秋元さん说没有说不能谈恋爱，但是如果自己谈恋爱的话，不会专心工作。对，如果自己有谈恋爱的话，就是练习也会随便，工作也会随便的人很多，这种的人比较多。对，所以说不要谈恋爱比较好的意思。对，但是已经日本的就是对偶像的影响，就是对，是 AKB 的影响，是不能恋爱的感觉。对，这个真的我之前看电视就知道了。对，不会
代表没变有没的，是吗？我觉得没关系，其实反正机会不是我的。哎，就是男生可能这种世界上，哎，我真的不喜欢。如果我现在真的有男生，然后啊，如果我没有，可是如果真的搞啊，如果有男朋友，然后这样，然后粉丝笑我的男生是最可怕，我真的很讨厌这种的。我会想看是什么奇怪的男生，两个美丽在一起。好坏，台湾人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感觉。なるほど，我想象不到美玲谈恋爱的样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我想说，那个佳妮子嘛，佳妮子没有恋爱，不能谈恋爱，所以。他那个キムタク，他也是结婚，但还是偶像，对。希望每个男生一定也很奇怪，哪有？因为美玲是小孩子，哪有？不是，我不是。应该我不知道。不是，可能你们是比较大，所以这样觉得吧。而且我小孩子，对，我是小孩子，对。我们这边都是怪怪的人，这个也是很不公平的地方。为什么女生就要毕业，男生就可以继续当？没有吧？不是，就是那边的，就是四十，AKB 跟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可是 AKB 之类的，因为有这个不能恋爱的概念，所以，可是没有人有毕业啊，不是一定要毕业，对，可以继续，但是可能要让那个一开始一定会被骂。被很多人骂，但是不用毕业，毕业是自己决定的，对。可能有些人没有理由毕业，然后自己被摆到之类的，还是对，我不知道。就是真的很喜欢偶像的工作，但是也想谈恋爱的人不会毕业吧？我觉得，对。要迪说像是米迦，对，他是因为他很喜欢偶像的工作，所以对，就是他的跳不起的意思嘛。像米迦跟小西亚都继续，对，因为他们可能应该很喜欢偶像的工作吧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但还是要那个八字，就是一定要不能。就是，啊呀吼，爱死耶呀吼！小声说爱美玲，Black Beat， 呀呀，爱变少了就不会可劲了。对，有些人可能讨厌为了一个不是自己的女友的女生之前吧，也是。也是，会让后来分手才能继续当偶像，不是吗？没有啊，搞不好他们就是继续啊，没有，这是没有，真的自己想不想继续就继续，但是一定要，也不是一定要，有些人不一样，真的，对，那个世界就是不一样，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不懂，跟日本的，不懂。那美玲要怎么样的什么尾巴？要不要现在想一下？我吗？
哎，我真的不想提关朵之类的，我不想。我吗？毕业？没有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。借完六千，我们没看到，所以很难说。对，我也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也很难说。对，那没。耶、yeah, ，拜拜！不要，我的眉毛很重要，不要。是要人气自那开始就一直上不来，对。开玩笑的了，不要。因为我可能我不知道。我如果现在的自己的话，不想被骂，很可怕，所以我可能会骗着一帮人好了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，所以我觉得以前的 SDN 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。对对对对对对 ，SDN 是可以谈恋爱，对，但是他们是。没有很久继续了，对，对对对，关键字是什么意思？日本一般的歌手团体也是结婚后继续表演，什么意思？也是有结婚后继续表演。不算啊，那个是不是偶像啊？就是不是那种的偶像 ，speed 不是，应该不一样吧？就是像是 AKB， 然后就解散了的团体。关键就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歌手跟偶像真的不一样呢？啊，对，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没有看过胶皮包的烂掉的样子吗？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看过。偶像跟剧和粉别啊，那都好多原来。啊，不过你呢好像结婚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结婚了，很难过。对，偶像，对，对，很难过，很可怜，真的，这个世界很可怜，他们也是人。第一个就是很好的例子，竟然转学，对对，可是他很多被骂，知道吗？我姐被成员没有很好的印象。很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不行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因为他是，因为粉丝很多互剪的那个时候，讲，我是某一个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反正美丽不会谈恋爱，也不会结婚，讲这些也只是。哎，你自己自然觉得好了。那如果我结婚的话，你给我100万。那是对，那是脸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衣服，是帽子。我记得是红白的时候，不是说选举，那个是说选举的时候。要拿那酒喝不干呢？確かに真的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很好玩，100万个丢不起，不是100万钱。我觉得不是团体的关系，我觉得因为那时候
因为那是所选举，所选举是粉丝让自己喜欢的偶像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喜欢的偶像要去选拔附件的东西，而且他那很多人附件，然后那时候讲我觉得不好，对，对，我可以给一百万嘞呗，一百万，那很低了，大家的爱呗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那时候，嗯，不过你不觉得就是因为粉丝付了很多钱，被粉丝爆掉，自己说了出来，嗯。我觉得没办法，可是就是可能，嗯，对，因为为什么我想被骂，是因为粉丝为了我们付钱，但是就是恋爱嘛，所以被，所以粉丝们都会骂骂，对，还是会骂，对，还是会骂，但我喜欢那个中江里嘎，中江。那个里卡桑，但我觉得很好笑哎，他真的我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的嘞，就是对，对，然后就，对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可能要对几地方的问题，对，讲地方的，我觉得没有跟约想要就知道这个很不值得。那 AKB 好像有很多这种的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吗？跟阿 Kim 的上不知道。我记得完全原本就是那天晚上要爆掉。啊，是哦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是以前自己讲的意思吗？谁？中江里嘉吗？还是須藤？あかり？須藤さん？中江里嘉さん？我喜欢中江里嘉桑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但好像最近的 AKB 没有很严格的感觉，对，真的。什么的没错，有啊，他你中江里嘉桑是去年的时候。他好像跟粉丝在一起，不知道有没有在一起，但是就是跟他一起走路，然后被拍到，所以他在说三个的时候倒剑，但是好像很，你们可以看看 YouTube， 对，我觉得美丽也很有趣，为什么？是因为那个粉丝，对，他有被拍到，但是他没有。什么？对他，但还是继续，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偶像，就是很坏坏的感觉，就是他很容易 angel， 对，被骂的偶像，对，想法都很有特色，有吗？有吗？完全确实怪是试过想拍蚂蚁，我等了几个月没说。什么意思？ギャル系、ギャルじゃないと思うけど、小悪魔系だと会炎上。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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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想去宇宙。对，我是奇怪的啦。但中江里嘉さんなどの偶像、真的我喜欢。嗯，我会，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想法的偶像，很有自己的感觉，对。一直在骂云约，真的，对，他就是那种的偶像，我觉得他有自己的风格，所以我很喜欢，就是没有假装自己，没有假那个假的自己，不是假的，有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？有吗？为什么？有吗？まあ、不过我们林也基本らしく好。大家如果我之后被摆到，也不要骂我。
没关系。怎么也拍不了。哦，なるほど。然后我们几个月都没什么也，大致大致是没有吧。江晚之不会关事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喜欢。对，我也是。我对对对，我喜欢那种的感觉。美玲被掰到我会大笑。傻眼。傻眼。开心就好。我觉得很好笑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，不会被歪到。因为嘛，有本身性格稳定，很难拍到，是这样吗？厉害，厉害。我觉得晴天的话题很好，很好聊，很好笑，喜欢。我们这回都很 peace， 美玲开心最重要。那我想说，那如果被拍到，对，你们会继续制止我吗？还是你们就会无所谓了？我会说死鬼，为什么？你们小看我，你们小看我，你们以为我没有谈恋爱吗？没有谈过恋爱的意思吗？奇怪。那一天公司的男的经纪人带你们的去吃饭，感觉会配拍。这个真的不要，不想，很不想。这片美丽是不大，大仙哥很怕生，哪路都。反正又不是跟美玲交往，继续制止因为不容易。当然制止，但是之前可能会见不到美玲一辈子。没有了，可能会分手，我不知道。可能如果被包的摆到也会分手，有可能会分手。如果美玲是我女朋友，我才会阻止。对，当然当然会。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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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安，呀吼，很可爱的猪猪耶！今天你的口吻很漂亮，喜欢。被掰的我觉得男生比较可怜，哪有男生很开心？晚安，前面被他骗了。没有，大家放心，我不会被拍到，我不会被拍到。但我想说，在这里的人很温柔耶，只是最可爱了。哈，对，真的太认真的可爱，很漂亮，其实蛮有性格跟，所以相近吗？严重点，女朋友在外面跟男生拍到，没跟我保留，我再会不开心。当然，这是劈腿，这是劈腿，不行，对，不行，不行。但我想说，不想要二级生看我的直播，因为不想要学我，我的直播不好，所以不想要学我，对，所以我，我的直播真的不好。美玲被拍到也一定是因为吃东西没带钱，不是，我没有那么坏。被朋友拍出照的可能性，也是不想说。偶像真的很难很难跟男的不是男朋友，是男的朋友出去玩。对，台湾还好，因为我还没有很有名。
才不会。每一岁在做下代过外之类，不要，不要，我很丑哎。只是直播跟美丽完全不一样，不用担心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不会担心，不会担心，不会。去拍美丽前卫，谁都不要，不行。这个小赵美丽吃饭几条没付钱，这个很坏，不行，背景大糟糟糟的。或者美丽的梦话大街，这个很无聊。姐妹之后拿我可以当那个特别的人吗？姐妹之后那我可以当那个特别的人，什么特别的？就我可以看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，不要，只要跟我讲电话就好，跟我讲电话就好。然后有老弟，那个我相机呢？睡着了。对，因为我喜欢睡着。最后可能，路上。我像路上在路上睡着，跟前面讲电话，但我不喜欢讲电话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讲电话。对，我喜欢跟日本人讲电话，但不喜欢台湾人，因为我听不懂。这个名字只是连不住我。哼，好，就是明天见。对，我可以明天见到的。加油，一起加油练习。没有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对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二级生里面最喜欢的，真的很可爱，美丽好自由的感觉，对，我很自由，对，开心。开心，所以我想说，给我衣服，就只是不要的，你不要的衣服都给我。他的衣服好看，只是顾美丽说比较高，高什么？也想跟他说 ，Rugby 都没用过这个名字去他的台，啊是哦，因为他看不懂日文。美丽认真喜欢二级生，看起来也好好吃吃的耶。对，我喜欢的，我喜欢叔叔的衣服香。你有问过他的衣服？跟我要衣服？对，我要。叔叔衣服真的好看，对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所以如果你要挑掉的衣服，你有挑掉的衣服的话，给我。我想说，我一定喜欢。姐妹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好，那我也差不多了，我也差不多关好了，快十二点，还有一分钟，哇！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Black Widow 的三位日本人阿邦会叫啊，对，阿邦也可以，对。十二点了。真的，今天时间过得很快，因为接到今天蛮好玩的。今天美玲真的很耶耶， yeah, 我觉得今天的法帝蛮好玩，好聊，很好聊的，对，喜欢。那大家下次见，谢谢。然后谢谢啊，给我礼物的人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厉害的话题很好聊，真的，真的很好聊。大家应该，我想说，等一下，我想说，应该大家最喜欢聊恋爱的话题吧？是不是？女生都喜欢聊恋爱的事情，对。那很郁闷闷的。拜拜，谢谢小妹的婚宴，现在早有点开心，啵啵啵啵，拜拜，我要死你。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是，我也很想聊，虽然现在没有女儿了。
没有失恋的时候也可以聊恋爱的，那下次也一起聊，对，想聊的多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おやすみ。